他50两万呢，我拿这个装算了。你别动，你这弄碎了，我的奶奶！这是人家大琴子的呀，这老贵了。一会儿人回来找咱，怎么跟人家说呀？这有啥没法说的？就实话实说。哎，妈，可不能实话实说。人家大琴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存在咱们家，多信任咱家呀！咱现在给这个私自给人打开了，你说大琴哥要是回来可咋整啊？你说？谁呀？我开门。妈呀，这来了，坏了！那个，等一会儿我换下特鞋。赶紧把藏起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我的事。哎呀，大琴哥，你说你怎么又回？哎呀，大琴呐！哎妈妈妈妈，你稍等一会儿，那个他脑子慢，不一定明白呢。啊！大琴子，你听我跟你别跟我说话。那个大琴，你是不是发现点啥事儿了？对呀。你说的你说的你说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琴哥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你故不故意，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呀。没有，啥？我说啥了？说的啥呀？一路走好，啊啊，多是人呢！你说，哎呀，对嘛，他这个一路走好的意思，那一路走好那是给活人说的吗？我搁楼道等半天，我都没敢出去。这不是说说你姑的啥玩意儿？咋教育孩子啊？我教育这一路走好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那个我教育他。二明，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跟你大琴哥说话，你得注点意。对。再有一，你跟人分手的时候，能说让人家一路走好吗？多不好听啊！那是跟活人说的话吗？这就是。以后你再跟你大琴哥分手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这么说啊！来世再见。哎。啊。这话我愿意听啊，别找市场见不来再见了，这就爱听了。对，你跟你这犯多大错误啊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一会儿啊，想办法，想办法把它放下。啊，你听见没有？明白了。啊，那个大琴哥，那个对不起啊，那个妈，你说早了啊，对，别说了。那个大琴哥，对不起啊，我刚才说一路走好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咱俩就来世再见呢。那中，你就说好太吓人了，行了。哎，对了，大琴哥啊，那个，你出去，你拿他的。说好了给人送货去嘛，卖出去了。啊，那你是开车去还是走去呀？不是取车的吗？那个，你你开车去行。完了你想想啊，你取完车完了，你是不是还得路过俺家呀？完到时候你再来取呗。你这一道你这大个子，我的妈，叮咚撞哪碎了怎么办呢？对是这么我媳妇说的。对对，先搁这儿吧。对，是哈。对了嘛，那行。哎哎，取车。对啊，哎取车去啊。行，一会来世再见。来世再见啊。快换过来，快快点，再一次搞定了，我告诉你，别让人看出来了。干啥玩意儿呢？大琴啊，大琴不讲究啊，咱刚才定好的来世再见。你回来的有点快。那我都看着了，说啥呀？我这俩眼是鸡眼吗？啊，我看着没？不是，大琴哥，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看的都不是真的了。看的都不是真的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到的是老范家，还是到了土匪窝？谁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大琴啊，你可不能侮辱我们家的家风。不是，那啥，哎，大琴呐，那个婶儿说句话，你能信不？看你说啥。哎哎，你看着没？对。这俩罐子。啊，你买一个，你叔买一个。对，没成想他俩一模一样，搁一块儿这么一倒腾，分不出哪个是你的了。啊，我都快40了，你拿我当3岁孩子呢？啊，这玩意儿他有什么就分不出来的？这是有一个是我的，是你们，对不对？我的是吧？你们的，我的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？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个，哪个是我的？